朋友们好，我是李医生。空心菜呢，作为我们餐桌上常见的菜品，不仅口感好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具体有哪些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，清热解毒。空心菜中富含的果胶能加速体内有毒物质的排泄。木质素呢，它能提高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的活力。杀菌消炎，用于治疗肝炎、痈疖等。第二，降血糖。空心菜里有一种分类是紫色的瓮菜，在紫色瓮菜中含有胰岛素成分，有助于降低血糖，是糖尿病患者食疗蔬菜的不二选择。第三，通便抗癌。空心菜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，可以增进肠道蠕动，加速排便，对于防治便秘以及减少肠道的癌变有积极的作用。第四，解脂防龋，润泽皮肤。空心菜中的叶绿素还有解脂防龋的作用，润泽皮肤的效果。第五，增强体质。空心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，有助于增强体质，防病抗病。另外呢，空心菜加薏仁呢，降压降脂又降糖。第一，空心菜加鸡蛋，降低血压。第二，空心菜加鸡肉，降低胆固醇吸收。第三，空心菜加玉米须，辅助降低血糖。做法如下，我们准备新鲜空心菜仅60克，玉米须30克，用水煎服，每日2-3次，常吃可以增加胰岛素分泌，有辅助治疗的作用。朋友们，吃了这么多年的空心菜，今天才知道吃它这么好，搭配合适的食物还是三高的克星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，大家记得帮李医生点个赞，同时把它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受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